既然知道，为何还一样带着？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。有一次摔坏了镯子，里边的脏东西掉出来，才知道了关窍。我现在戴的镯子自然是剔除了零陵香的，不过我到现在也未有身孕，也不知是不是让它伤了根本。 为何要这般害我？